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名人站的 Vanessa， 今天会为大家介绍 Hermes 的 Vera Mini K4， 而它中文名字又叫手枪包，而它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锁头了。它的设计上和手枪一样，所以叫手枪包。皮质方面就采用了山羊皮了，是 Hermes 的常用羊皮之一。个袋身背脊还会有一个暗格，底部有四粒钉可以固定袋型的。如果开的方法也非常简单，就咁拉开它就 OK 了。间隔上来讲，这个袋是非常丰富，打开前方就会有一格，袋入面还会有两个暗格袋的。放电话、银包、锁匙基本上都没问题。至于它肩带方面就采用了不织布带了，粗带背下去就会更加舒服。而且这个款其实另外还会有链带的，我们回这个就是织带了。这个颜色都会比较少见的，我们现货还有其他款式给大家选择，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加我 WeChat 或者 WhatsApp 我啦。